别笑了。笑哥。八八赔钱。笑啥哥啦？马上，我们现在欢迎第一位挑战者姐姐王一正来帮我们抽一张真心话大冒险，好，帮我们打开来念出你的任务是什么？曾经取过最中二的游戏昵称，不过我记得，如果我玩游戏的话，我大概都是周星驰有演过戏的 ID。周星驰演过戏，演过戏的名字啊，我就会把它取成我的 ID。例如周小龙啊，李修远啊，蒂芬周啊，这些没有，就是他的角色。我们马上在拍摄现场又在抓到猪哥，请猪哥大家好来挑战一下，真心话的吗？好的，可爱五连拍，那可叫我小孩来拍。可以啊，猪哥试试看，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太敷衍了吧？五连拍啊，也可以啊，可以。啊，好，你第一个做，下一个就不能这样子了。好的，谢谢猪哥。找到奈来挑战一下我们真心话大冒险。哎，这有猜过，哇，这就没有，这很整齐哦。国一点五连拍，这刚刚奈就有说什么可以把什么五，我有学起来，我有学起来。鬼脸哦，那个啊，可以，成一个，给过，你找到阿富来挑战一下这个任务。反正我觉得两个都不太好。这是什么？鬼脸五连拍，请开始。一个一个来，一二，这个藕包稍重哎，但是比我轻一点而已。OK。你是不是很喜欢起风向啊？OK， 好，谢谢阿富，谢谢。猪猪，我们先抓到阿莹来做这个真心话大冒险的任务。比较想要做到那个真心话，因为我刚刚看到人家在可爱五连拍，我真是好，那来个可爱五连拍，我自己 Hello， 那你来一个不屑五连拍，不屑，不要咬他的公正。我还要配音。曾取过最中二的游戏昵称。哎呦，你平常玩游戏吗？我平常不玩游戏，可我以前会跟风跟着大家玩游戏。你现在取过风之谷的一个昵称叫春光外线。春光外线，对，我也不知道我哪来听起来这词，好像觉得好像很帅，可当初我也不知道它意思是什么。你真的不知道意思是什么？然后我就取春光外线，你觉得很帅。那如果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选一个昵称，你会选什么？春光外泄，终于自我。OK， 谢谢阿姨，春光外泄的阿姨。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乐天桃园的新同学赖师傅赖宏成。哎，宏成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球员，大家好，我是赖宏成。两只哦，两只，哎，太多了。哎呦，你这么想玩呢？两只 ，OK。用屁股写出自己名字的任意一个字，赖宏成三个字都超难写。对，赖写赖的，应该写赖。OK， 好。哦，有看出来，很明确。哎呦，坐起来。哎呦，这个屁股蛮灵活的。坐起来。哦，有。一点，两分，三分。今天这个下肢的训练，你有顺便训练到？好，谢谢。腮红鼻的这个，你就这样，然后笑一个，没有这样子，对，好。哎，你这个做那么自然。对啊，我最喜欢这种。好，来，3、2、1。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再来找其他的选手来挑战一下我们真心话大冒险的任务。陈威。哎，你要这么 say 就对了，你不要往里面看。我们哪是这种人啊？我们哪有那么聪明？大声朗诵出你的题目是什么？我知道，一定是可爱无脸。你看，这是在害我，这是在陷害我。不能那个一二三四五，那个猪哥用过了。好，我把画面留给你。3、2、1，第一个。2。猪哥用过这一招了，你至少摆其他地方嘛。好，第三个3。好，OK， 好，这个，五，啊，对，感谢，好，谢谢陈威接受我们的陷阱。NG，
邀请到古灵精怪的乡长陈宇勋来接受我们的任务啦，请抽签。哦，这很粗哎，粗的比较有 feel。我是说摸起来触感比较，好，这个是大冒险，目前还没有。周星驰《荒唐尽》经典桥段，请开始。我跳进来了，我要跳进去了，打我笨蛋！好，谢谢谢谢。OK OK， 太棒了。要请俊秀来帮我们抽一下，抽个任务吧。好。哎、直接看吗？直接开吧，开牌，开牌，再来一瓶。想要有什么超能力？随心所欲的超能力，随心所欲，求来就打的超能力，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对我这样比较好，身体健康，随便吃一下又回来了，就没事。又回来。OK， 好，随便吃一下又回来。希望俊秀在新的球季可以心想事成。答对，得分，得分，再来一瓶，再来一瓶。新人来跟我们玩个这个真心话大冒险，学长要来试试吗？那有什么？我是好奇的。真心话大冒险啊！深情吻抢五秒钟。哎呀，抽到一个，真的要碰到，要深情深情。碰到，等一下啦，我要拍了。好的，可以请。深情。哦。有你的慢动作的感觉有了，有深情有深情。这个这年轻人未来不可限量，因为感觉蛮放得开的。好，谢谢 Jason， 谢谢邀请到刚刚先预约的 Dumbo 王教练。这个，我七，我要换只呼吸。很怪，今天为什么会在打队啊？没有看到旁边有的拿三级棒球也是打过中心棒球的红牌。哎呀，啊，给你下一个，我不要。你想要抽几张啊？觉得这次澎湃谁最帅啊？我没有认真看耶，我觉得阿 Kin 啊，阿 Kin 对啊，那其实那么多，然后那阿 Kin 等一下，然后还跟我借皮带，忘记带皮带是谁？忘记带皮带，这就不要讲了吧。帅帅帅 ，OK， 我们现在要赢，阿 Kin 要不要来？然后这个先等一下吧，我看三次机会而已，哪里有？有啦，没有没有，阿 Kin 抽到深情吻墙五秒钟，来来来，等一下还等一下，等一下，交给你重来，先慢点点给我。好多次哦！我没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怎么可能呢？哪里有那么小心的电影？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我跳进来的，我跳进来的，干嘛这个？太快了，应该是这条线。好了，我一定要。好了，好，谢谢，谢谢，谢谢阿 K。现在邀请到紫薇，大家好，我是紫薇，可以来挑战我们这个真心话大冒险。我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道具。哇！来，大声念出来。深情吻墙五秒钟。吻墙，我们刚好旁边就有一堵蛮粗糙的墙。你要先跟墙讲个话。现在是在摸他额头。对啊，我先摸头。哦。你看谁爬这么高的？在这。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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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OK， 很好。这年轻人真的是蛮放得开的，我拍到的害羞了。我还是未来想要角逐领队职的年轻人。好，谢谢紫薇，谢谢。